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全民共振平台有一个主要的战略目标，那就是把全国各个地区各个阶层的分散的小规模的抗争把它聚合起来，让他们在同一个时间和少数的地点呢同时爆发，这样呢就可以形成一个共振效应，最后产生强大的冲击力，把这个专制维稳体系把它冲垮。那为了实现这个战略目标呢，我们呢定了三个时间节点啊，向大家推荐这三个，在这三个时间呢采取共同的行动啊。第一个呢是五一，第二个是七一，第三个是十一啊。每一个时间点呢，我们都有给大家推荐了一个不同的战略目标啊。五一呢，我们设定了三个战略目标，第一个呢就是推广全民共振的理念，在这个主要是我们这一个团队的和支持我们这个团队的这些人啊，这些个人和群体，我们一起来实现这个目标啊，推广全民共振的概念，让所有的对现状不满的、愿意采取行动的、维护自己的利益、愿意采取行动啊、推进中国民主的这样的一些个人和群体，让他们知道单独的抗争那是会被镇压的，是冲垮不了这个体制的，只有大家聚合起来才能够成功。那怎么样聚合起来呢？我们又没有全国性的组织，我们又没有庞大的这个宣传机器，那么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尽量的让这个更多的群体啊，让他们的抗争行动在同一个时间点爆发。虽然大家没有统一的组织，但是只要在同一个时间和少数地点爆发，我们的力量就比较集中了，我们就可以自然而然的形成一个互相呼应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自然的就把民间的力量就壮大起来了啊。这是推广这个概念，接受的人越多，那么我们未来成功的希望就越大。那第二个呢，就是热身演练，接受这个概念的这一些个人和团队他们尽量的就要去到那些未来街头革命的战场去进行考察，实地考察，考察那些聚集的地点、游行的路线、需要占领的战略要地，比如说省城的省政府电台、电视台、城市中心广场、交通枢纽，这都是未来街头革命的战略要地。那么通过五一的这一次这个散步的行动，大家去到省会城市去考察这些地点，那同时呢也可以促进这个团队的内部的合作，促进大家讨论未来街头革命的战略战术啊。这是第二个目标。第三个目标呢，就是消耗维稳资源。现在的这个维稳经费已经超过了军费，这对中共来说是一个庞大的一笔庞大的开支，对他们来说也是一个负担。一旦他们没有办法维系这个维稳体系一旦这个维稳体系的经费出现短缺，那么在很多地方就会出现维稳的漏洞，就会给民间的抗争提供时机、提供机会。所以说我们要采取一个行动，不断的消耗他们。那么我们这一次全民共振的这个设计就是想通过不断的这样的共振，虽然我们不能够在每一次形成大规模的聚集，但是他们这个维稳体系一定要全面的动员，一定要消耗的很多的资源。这一次在全国各地他们派出了很大量的警力，首先呢是要到那些重点监控对象上家里面跟他们会谈了解他们的意图，然后呢对他们进行监控阻止他们在五一的那一天到省城去参加活动。这个人数在全国各地将近10万人，那么派出的警力呢可以想见还是非常庞大的我们推荐的那些聚集的地点和他们认为可能出现聚集的地点进行不妨派出了大量的警力所有的这些都要消耗金钱。而我们这个全民共振平台呢，我们不需要消耗多少金钱，我们都是义工，我们都是为民主革命在做准备的义工，我们没有消耗的一分钱，我们大量投入的是我们的精力、我们的热情而且现在呢我们有更多的这些网友、更多的这个民主同道参与到这个里面来，那么我们相信呢将来让他们必须得消耗掉的金钱和人力那就更多了。
我们在这边每多出一分钟来推广全民共振的概念，我们每推广到这个一个人，每推广到一个群体，他们就会啊消耗掉更多的维稳资源，总有一天啊，总有一天他们这个维稳资源呢会出现短缺。那这个时候只要这个维稳的体系里面出现了一个漏洞，我们就可以抓紧这个机会，民间呢这个这么庞大的这个抗争群体啊，抗争的人群这么强烈的这个民怨，就会找到那个漏洞，就会爆发出来，就会把他们这个大坝呀把他们冲垮。这是五一我们设立的这三个目标啊基本上是达成了，但是呢还有很多改进的空间。如果要想给我们自己打分的话，那么我打70分啊，及格了，但是呢还有很大的改进空间。比如说在过去的这一个多月的时间，我们推广的虽然是我们尽力了，但是呢推广的力度还是不够大。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这个团队呢人手还是不够啊，初期阶段人手不够呢希望大家谅解。但是我也发现呢随着我们的推广，现在啊越来越多的人啊认同了我们这个理念。那么其中有很大的有很多人呢是身在海外的，那么身在海外的这些朋友啊，我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做这件事情。我希望啊我们这个全民共振平台的这个团队啊能够扩展，能够啊和大家一起协作分工合作，推进这一个啊项目，来推进这一项啊非常有意义的举动。那我们这个平台呢是没有任何领导机制的啊，只有分工的不同。希望大家进来，我们需要更多的发言人，我们需要更多的啊联络人，我们需要更多的这个啊评论人员，我们需要更多的做文字工作啊图片设计和这个视频制作的这样的一些人员。所有的啊对这个行动认同的，我们都需要大家一起来做这件事情。那第二个这个我们不足的呢，我们在初期阶段啊也原因是因为人手不够啊，所以我们推广的这个重点是民主人士的这个圈子，这个圈子呢不大啊，很容易就推广到了。但是我们第二步啊在71和11啊，我们想推广的是想把这个信息把这个概念要推广到啊全国各地的啊群体性事件的抗争者啊维权行动的这样的一些群体，推广到这些群体，那么我们就成功了一大半了，我们实现全民共振的全民上街的这个机会啊就大增了。因为这一批人呢才是真正的啊才是真正的这个抗争的主体，他们虽然提出的诉求只是利益诉求，但是呢是对这个现状啊是有冲击力的。当然了中共这一方面呢他们也没有闲着，对全民共振的行动啊采取了很多的措施，除了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强力措施以外啊，他们还有这个文攻的一面啊，比如说他们把全民共振啊歪曲为五一共振啊，误导大家，想误导大家呀，五一之后啊就结束了，五一如果没有出现大规模的民众抗争，那么这件事情就失败了啊。一旦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抗争啊，他们就会抓一部分人啊，然后呢就污蔑我们呢，说你们是吃人血馒头啊，让大家去送死当炮灰啊。如果没有出现人群的聚集呢，他们就说全部失败了，你们就回家歇着吧。这是他们已经预定好的这个方案。那你看一旦过了五一啊，这次呢就有人就跳出来了，比如说像郭文贵啊，像路德啊啊就跳出来帮他们维稳了，执行他们的任务了啊。你看郭文贵完全忘了上一次啊被我们呢批驳的这个哑口无言，然后出来呀向我们认错啊向我们道歉的这样的一个惨痛的经历，现在完全忘了，伤疤还没好就忘了痛。为什么呢？因为上面有任务啊，有指令呢，他必须得说啊，他得厚着脸皮去说啊。你看看他那个油腔滑调的那一副样子啊，看着啊真是让人恶心。但是说由他去说，我们做还是要继续做。五一过了，下次我们要为七一，要为十一继续推广全民共振的理念，继续去联络啊。现在局势对中共非常不利，2018年呢是他们危机四伏的一年，现在他们在国际上已经遭到了全面的围堵。在国内呢也是民怨沸腾啊，怨声载道，甚至是体制内都人心思变。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我们啊这个全民共振平台发起了这个五一七一十一的
这三个时间节点的这样的全民共振运动对他们呢形成巨大的威胁。我希望呢民间的有识之士，更多的有识之士啊，参与到啊这个全民共振运动当中来啊，成为全民共振运动的主体啊。我也希望呢体制内的人士一定要认清这个形势，中共现在运数已尽了，就在今年他们一定会灭亡，一定会灭亡，习近平的独裁一定不会成功，人民一定会把他们打倒啊！认清这个形势，那么你们就要采取行动，如果你们勇敢就要采取积极的行动啊，为民间大规模的全民上街全民抗争呢啊，创造突破口。如果你们还心存恐惧啊，至少也要采取消极怠工的方式，用这种方式啊，也是为民间提供了协助啊。无论你们采取哪一种方式，当民间抗争的这个大潮到来的时候，当全民上街抗争的时候啊，你们一定要迅速的转变立场，和旧体制决裂，那站到人民的一边，站到历史正确的一边，洗清自己的罪孽，那成为新时代的英雄。你们有这个条件，有这个机会，现在就看你们的自己的决策，就看你们是否有智慧，就看你们是否有胆量。今天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希望今后和大家一起推动全民共振，一起震垮中共，谢谢大家，再见。